玄彬啊，天哪，哇塞，这有什么好比的？玄彬、孔刘、许光汉、宋江，就全部都在前面啊。吴珊如新婚后熟露脸，不急着做人，甜蜜修刃有避孕。其实婚礼的时候他出现，然后那种关注被他抢走的感觉，好像not comfortable。对，因为我真的也没想到大家对他评价这么的好，谢谢，非常非常谢谢大家。也就是不知道大家到底那天看到了什么东西，本人也就那样啦，也就 OK 了。那只要在例如说 Instagram 的那个限动问大家，你们有想了解我什么啊？然后得到答案80%都是王先生。我想说，你们给我闭嘴，不要再关注他了，关注我，气死我了。31号是吴珊如婚后首次露面，才刚放完一个半月的假，请问做人进度有 loading 起来吗？我觉得生小孩这件事情就是有就生，没有就算了，那就是这样。老师好像那天来上我小明大哥班，他还说2023宪哥要当外公了，然后他就转过来麦克风放下，转过来跟我说，你不要闭哦，你不要闭。我现在因为有代言在身上啦，其实对，就不能跟你讲，现在不能讲。对，就是我讲什么真的是该紧张了。虽然目前已接下六支代言，但老公高富帅的形象也是来工作邀约，希望夫妻俩合体曝光。因为他真的就是一个圈外人嘛，所以又觉得好像不太合适这样子。对，还在考虑，还在想。他没有说 yes or no， 他只是觉得他不想造成任何的困扰。我说来不及啦，你已经造成困扰。哎呀，结果还有楼上的房客，让吴珊如很是困扰。爸爸现在在楼上吗？对，对。然后我悬下来，刚好正你们床的正中间。他其实就是投资啦，他没有真的要那么烦我，但他就是把他自己的东西都摆好，然后就是用一种存在感来威胁我。你不要以为我哪一天对不对突然出现，然后就想说好没关系啊，电子锁换起来。电子锁全部换掉，他都没有密码，开心。他其实是蛮开明的一个爸爸，然后当然他一定黏，很黏，可是他又想要保持一个好像他是一个很开明的长辈的那种角色，所以他就是嘴巴讲讲，他也不会真的很烦我啊或什么。我觉得他其实很成熟哦。他长大了，好替他开心啊。